我醒了，三更半夜，你把我勾引到你房间干什么？我没有，是你自己梦游了，我把你扶过来的。 编，继续编。我，飞远，你干什么？长夜漫漫，孤男寡女，干柴烈火。你说我想干什么？啊！宋安霞，你敢咬我？你明明是你自己答应我的。 不碰我，新欢。是你主动勾引我的。我没有，是你自己梦游。你刚才，我不跟你追究了。如果下次你再这么主动，我就把你的床变成我的床。 站住！拎着行李箱去哪儿啊？我去上班。我记得你今天轮休吧？以后要是随意离家出走，打10下屁股。过来。 给我解释一下，我心里过意不去，所以我就趁你睡着的时候，帮你。我是说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创可贴啊！你不说是创可贴，别人还以为我脖子上来自阿姨妈了呢。 我包里就只有这种创可贴了。我去公司了。你给我好好待着。离家出走的后果，你知道了。